欢迎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鹿谷乡有一对翁仔前后拢得到帝王，太太萧美桂今年蜜香贵妃大赛得到帝王，予伊真欢喜。伊个囡仔嘛返乡从事地业，并负责网络营销，一家伙仔拢把家己个专长展现出来，把当地乌龙个特色甲大家分享。鹿谷乡有一对翁仔某，对地拢毋捌。经过40年的努力，先生郑达坤伫1906年的时阵，得到当地地校合作社落地比赛的地王补助。今年我太太小妹子的囡仔弟得到地王补助，以及老弟得到银牌奖，受到大家肯定，互伊感觉真欢喜。我的制作过程就是咱农迄个地界长嘛，拢不断咧甲阮辅导啦，所以阮就遵守伊的。甲阮辅导的方法去制造安尼啊，啊做好阮啊做迄落用手工家建建甲真舒适。背好的时，阮嘛是顺顺啊背啦。老师甲阮教讲，爱背啊大，背啊轻，背啊头安尼，唔好甲迄个花味盖过地芳啦，爱地芳爱家留咧安尼。921了，迄阵啊地芳去顺着啊，较慢慢啊，结果做起来再去。改良场哦，去啊！啊，阮遐讲奇怪，老师来做起来，那这个味，伊才讲这就是因啊地，这是真好的地。对石澳伊遐，才开始捌讲这个贵妃地。啊，阮才对这个因啊地嘛真重视。阮所以讲，当年拢有滴做这个因啊地安尼。田龙表示，这一路非常辛苦，但是只要好地受到肯定，就是这地人的肯定。在地后这条路上，妈妈小美子不断地创新，创造无同款的地品，为着要找出更加好的风味，伊四界去拜访各大地区，找适合的地产原料，坚持台湾传统的当地乌龙茶，做出每一批好茶，近年来真受到大家的肯定。就是爸爸妈妈一起在推广这个比较传统式的一个洞顶乌龙茶，就是透过烘焙让茶香可以有一个转换，更有一个层次，让它的茶汤可以更加饱满，回甘度更好。那这种茶就是有时候客户来我们家喝到，就是常常都会发出，就是说哦，他好久没有喝到这种爷爷或是爸爸泡的茶这样。那在我们心目中，这就是一种肯定。伊就上清啊，哈，味道比较干净，就有较大香的味。今仔第二代嘛加入在传承，由爸爸甲妈妈做顾问，中路负责背地甲泡地，后生负责制地甲网络的营销，一家人拢有家己的专长，做伙拍拼从地后做搁较好，互搁较侪人来认识，这是因继续努力的目标。给大家传递一个精神，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台湾茶是非常的美好。我们在茶叶这一个区块里面呢，我们除了传递台湾茶的一个文化以外，我想要传递给大家知道说，我们喝茶除了不是要喝一个非常极致的味道，我们要传递文化，还要传递给人一个温暖的茶汤。青龙返乡比较较简单，适应社会变迁。面对地域营销，走入网络的世界，田龙需要转型。除了传承爸母的手劳经验之外，卖提升专业的能力，结合实务的经验，让消费者了解甲满意。记者柯家丁参报道。